Am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纽约小帅于小帅。所以你今天带我来曼哈顿吃啥？哎，今天这个厉害了。啊，又厉害了？怎么说？今天这个是格外的厉害。怎么的？它号称全纽约性价比最高的生鱼片拌饭。啊？你曼哈顿这个物价，生鱼片拌饭从来就跟性价比挂不上钩啊。哇，那今天这个就真的能挂钩了。它20块钱，人均20就能让你吃上一份。20，你确定？不会只有一片生鱼片吧？那至少也得两片吧？哎呦！走了。OK， 去看看去。走。到。哦，还真是20，哎，看着不止一块儿啊，很多。赶紧，走。这个是小份的生鱼片拌饭，嗯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日式小的泡菜啊，这个呢，这个是生拌章鱼，哦，生的，中份的生鱼片拌饭。OK， 我还点了一份这个清酒。嗯，我们终于正经的干了一杯，准备。这好像没有。我之前喝清酒就是纯透明的，这个是透明的。嗯，淡淡的甜味。哇，我肯定这么多我不太喜欢。试一下，这个应该是金枪鱼。我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20块的刺身饭，然后它里面有1、2、3、4种新鲜的食材，所以不是一份。先吃一个金枪鱼。蛮新鲜的。他们这个店说6月份开的，它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店。白色的是什么？脆脆的，这个不知道是啥，这是瑶柱。哇，好鲜呐、这个好好吃。三文，三文鱼好吃。我感觉这个三文鱼比这个金枪鱼要更嫩一些。这个是什么？姜吗？嗯，姜。你是不是姜？它一般日式的这种姜是在你吃了一片章鱼之后，你再吃一片姜，然后清口。你要不要挑战一下我们一人吃一个蘸芥末？我特别能吃这个，真假的 ？Round one， 你整个放进去，我们俩还能活吗？我去，你这样挑战？行，那我只放了一半，我就用这个蘸酱。我有点出汗了吧？我都不敢挑战。你这完全已经成绿色的汁儿了，你这芥末汁儿了，它已经不是酱油，不是芥末汁了。我的个天！蘸一个，我这上面也挂上了。全芥末。吃了啊！我这。嗯，好冲啊！我多年的鼻炎治好了。这个头好大，这个呀，看看。干虾。懂不懂？嗯，这虾太鲜甜了，很软糯，然后又鲜甜。后劲儿非常的细腻，比较看里面像有点像是吃冰淇淋的感觉。这个虾我就要来个10只。它是北极甜虾。嗯，它店呢，为你点，不管是小份还是大份，它还有一个。就是 side menu 那个里面你是可以单独加，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吃这个虾的话，你可以单独加的。它这里还有海胆哦。吃下这个小菜。它那个小菜是那种日式的，这是茄子，这是黄瓜。嗯，这个好甜啊，这个黄色的这个好甜，像个吃蜜饯一样。这个黄瓜很好吃。对。六。嗯。好酸。挑战人生第一次吃生章鱼。Round two， 需要蘸酱吗？还是直接买？可以直接吃，因为它味道已经超好了。我天！啊，这个我受不了，哭！太爽了！这个章鱼居然是甜甜的，但我被这个芥末给辣到了。不，这个章鱼里面自带芥末。哦，它这个章鱼调酱是用芥末调的。怪不得，我真的眼泪水都流出来了。这章鱼特别喜欢，可能我从来没吃过。我再吃一个不蘸多余的芥末，太滑了，一吸溜就上去了。然后里面特别有嚼劲儿的那种软糯软糯的质地，冰冰凉凉的感觉，带一点微甜。不要再蘸芥末了，不然你会受不了。它那个寿司米饭
是有加寿司醋的。嗯，所以它的米饭吃起来是带一点酸酸味的。对，我马上就放这个。这口绝。OK， 各位，现在我们已经吃完了，然后先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价格，一共全部加在一起加小费之后是92.78块。那我们来给他们一个评价吧。那我先说了啊，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们4.6分。哦，还挺高。对，他们家的生鱼片是真的为数不多我吃过非常新鲜的生鱼片，而且它每一个生鱼片都是有通过熟成啊，通过腌制之后增加了更多的风味在里面。我给一个4.5星。4.5。对，我觉得它的食材非常新鲜，特别是它的三文鱼还有那个白色的那个东西。你说是什么来着？瑶柱。哦，瑶柱。因为那个特别的新鲜，然后吃起来脆脆的感觉。啊，对，我有一点不太那个的，就是我觉得厨师师傅好像有点那个严肃。也可能是 好像感觉日本的匠人都是这样的感觉。哦，是吧？ 对， 对吧，他们都很严肃。对，这也非常适合大家来，就是晚上下班了来聚聚餐，因为它有酒，还酒的味道还不错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，请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、关注还有转发哦。希望我们的视频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外面的世界。对，yep。